啊，我就去问我妈了，我说妈，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？我妈一下就慌了，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？你说实话吧，我能挺住。我妈这个人吧，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，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，她就觉得自己要死，然后她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。三个月之后她出院了，出院后第一件事儿，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。我说你至于不？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？我妈说怎么不至于，你姥的钱就这么没的。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，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，跟我说，闺女，宇宙是有尽头的，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。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？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，你就给定了。我妈说，哎呀，你没听懂啊，你思考，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说什么意思？她说还什么意思，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。我家是铁岭的嘛，从那以后啊，我失恋了，我妈说回铁岭吧，工作黄了回铁岭吧，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。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，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。